水你真的不能当老板，你真的不能当老板。而且你又这个白痴，当了老板就什么都忘记了，合约也没看，被别人掐住了，你本来就该死。心术太正的你看不上，你都喜欢歪的啊？不是，欸、我喜欢正的，好不好？你眼睛就看歪的、啊，对吧？哎、欸，他们连 A 片都给我接，感觉价蛮高吗？还好，好，强强日前才痛诉遭到有人利用，经营的公司差点倒闭。他近日立马向孙德荣求救，得到孙总大人的谆谆教诲。哎、欸，我就是今年二月的时候，我就自己成立公司，然后我不是叫什么福利吗？福利文创，然后我还要弄男模，而且还没搞定，还没稳的时候，我就垮牌了。他打电话跟我哭的时候，我说砍砍砍。今年二月，因为我刚刚成立，所以我就请我的朋友来帮我。而且是你知己朋友，借最多钱的哈，都是跟我最熟的。但是我认为朋友只要来我这边，我好，我会让他们一起共好，有福同享，难同当。所以我就要跟你讲，亲爱的，工作跟玩是两件事。知道你找的应该叫助理，不是经纪人。第二个就是你现在犯的最大的问题，知己朋友不能用，而且你又这个白痴，当了老板就什么都忘记了，合约也没看，什么都没看，都相信别人，被别人掐住了，你本来就该死。尤其以前冒险王明道都跟我讲啊，你看我跟我的工作人员多好，我们都睡在一起，穿同一条裤子干嘛？我说错，你知道为什么错？为什么错？我请问你，你现在心平气和的时候都 OK， 你哪一天有点情绪的时候？我今天不想跟你吃饭，我今天不想跟你睡，是不是大家都传你大牌？对他们就会觉得，为什么以前可以，我现在不可以？工作人员就是工作人员，你的朋友就是你的朋友。没有，就当我发现问题的时候，我要跟我的朋友沟通的时候，他们无法沟通，他们会觉得是我太麻烦、太难搞。一定啊。为什么你要求这么高？他会说，我请问你会不会太麻烦了？你这样没有办法，大家没办法。你自己也出来玩这么久了。笨的人会说自己笨吗？因为他们的视野只有这么大，那我们看的世界很大，他们看的世界只有那一点、啊。应该说，我愿意看的是长远，但他们看的是短视。你爸爸在帮你乱找助理就不能了，因为你爸爸是一个好好先生啊。你看啊，这个会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啊？我帮你用了，放心。顺，哪一个留下来？当老板不可以把友谊或是情感放在公司里，因为我的出发点可能就是先把情感放进。错，当老板这样一定死了。孙总再提醒你一条，财务不清不能用。嗯，你知道我做什么事？我拿1000块给你，哎，去买什么？你什么时候找钱给我？有人啊，我忘了。是习惯性忘记。我觉得这个是一个，没有，我都会试。你有没有试过？我跟你说，这个我从小看大，心术太正的你看不上，你都喜欢歪的啊？不是，我喜欢正的，好不好？你眼睛就看歪的、啊，对吧？你知道吗？我哭到的眼睛差点都点掉，就掉出来了。你真的不能当老板，你真的不能当老板，你自己一嗨就忘记了，你懂意思吗？还要看账，还要盖章，算了。你说，哎，帮我盖章，今晚上帮你盖我的章，看你要盖哪里。我不盖章，我都用色的。他们连 A 片都给我接，叫你拍 A 片了？对啊，然后我就不去啊，我还是会看嘛，就发现很多东西，哇，你怎么推要我决定不拍的东西一堆，然后赔钱。价蛮高吗？还好，看得好气。没有、他们为了赚钱不择手段的。强强是一个敢说敢爱敢恨敢穿敢脱敢，但是当老板零分，没有零分，零分。尤其他一玩一嗨又忘记零分，零分再零分，但是你要叫林嘉玲哎。